随着我出道也不短了，非常感谢我的生命们能够一直的陪着我一步步的走来。我拿到的每一个奖项，虽然上面刻的名字只有我自己，但是我知道这个奖项是属于我和生命们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给我的光啊。希望我能够成为你们的避难所，以及记得收看电视剧《我再回来等你》，谢谢。Hello， 深深，谢谢你一直陪我熬过那么多个漫长而又难熬的夜晚。只要你一唱歌，我们生米们就会一直听下去，直到永远。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生米，谢谢你陪我走完那一段很艰难，但却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大哥你好呀，这是你茫茫生米中平凡的一颗，很开心你在朝着你的梦想一步步前行，也愿你站在你热爱的事业里闪闪发光，越来越好。我在国外读书的这段日子里，是你的歌声陪我度过了那一个个孤独想家的夜晚，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小王子，让我的生活充满快乐和温暖。我会拿到我心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在演唱会与你相见。Hello， 深深你好啊，我是马来西亚的生米，祝你出道6周年快乐，然后要开开心心，注意身体，多休息。深深，有段时间觉得生活真的好累，但是呢，一直被你的歌声治愈。现在呢，你的歌已经成为我每天生命中的一部分了。谢谢深深，我会一直在的。深深，谢谢你选择了唱歌，你的歌声陪我熬过了一段接近崩溃的日子。深深，谢谢你让我更勇敢，你是我生活的星光。深深，感谢你的坚持，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音乐。未来只要你唱，我们就听。
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看到这世间美好的一面。谢谢深深用歌声陪伴我，我想听一辈子。深深，谢谢你一直唱歌给我们听，六周年快乐。深深，谢谢你陪我度过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谢谢你的歌声带给我们力量，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所以显得更加温暖而美好。他们一直都说的是我给他们力量，我给他们光啊，其实没有，其实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他们让一个就是特别平凡无奇的小男孩能够慢慢成为很多人听过的歌手，然后他们让一个很腼腆的小男孩能够现在就是在镜头面前不停地得罪人，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安全感，这都是他们给的。因为我是一个巨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而且他们还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其实一开始特别讨厌别人叫我深深，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个称呼。对，也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周星星，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我现在也开始习惯了周星星。以后可能会很一个好没有原则的人。总之就是，请你们相信自己，就是你们真的不平凡，你们给了我非常多的力量，而且你们也有你们的梦想，你们也有你们的光。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去帮助我、去支持我而打扰到了自己。所以我永远跟你们说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先照顾好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梦想。去实现它，让我们都变成，当我们彼此都变成更好的时候，我们再相遇，我相信那个应该会是最好的时光。对，倔强过，心像漂泊的孤舟，你是追随的浪多梦，辗转过，期盼过，痛心过，如果流浪再坎坷不闪躲，时光的变迁，四海潮生凝望间，你水如流年，倾诉又怎三天看温柔辽阔。
将我心上漂泊的孤舟，你是追随的浪多梦，辗转过，结伴过，同行过，如果流浪再坎坷不闪躲。时光的变迁，四海潮生凝望间，你水如流年，情愫又怎能如烟，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这眷恋，就你会知道我跟我的生命们的那个就是关系，就是很就我觉得每一个艺人跟自己粉丝支持自己的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见，但是生命们或者是其他喜欢我的歌迷们给我们鼓励的那种语句，我们真的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那些特别有力量的句子，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是想到的是他们。是，而且每次我们在舞台上的自信心，很多部分也是来源于他们在下面的呐喊。对。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每个艺人都能够在舞台上表演好，然后其他也许不是我们粉丝或者没听过我歌的人，都在下面如果鼓掌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能够给到支持我们人最好的一个回声。是。哇、wow, ，respect， 我真的说到了我心里，是不是？真的。因为真的，当艺人就是。很我觉得很怎么说，我一直都觉得粉丝跟我们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关系，因为我们其实给不了他们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音乐或者是我们的才能能够给他们一些慰藉，因为对，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们所有艺人的避难所，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而且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光光是单向的，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因为今天在直播之前还没有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开始之前，弹幕上就有人在刷了，说我今天很难过，我想来这里得到治愈啊。来错了，不管是开心难过都是可以得到治愈的，对对对对，就相当于说你和生米之间的关系，它已经强大到可以建立起一所房子，然后你们在外面受到了任何风吹雨打都可以躲到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互相的给对方安慰，对，我觉得就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艺人跟歌迷就是有一种互相给互相打气的一个互相给予的力量，对对。And afraid, standing all alone as you went away. Raindrops on my face, blurry my illusion of the choices I could make. Hard enough to put myself together. Oh girl, don't you be afraid.I said to myself as I looked away. Raindrops on my face, washing up my silly little wish to hide away. I am strong enough to make it through the rain. When I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The rain will stop, the sun will shine. If you're by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hinking of your tender lullaby.
build an inner sanctuary I can hide. You are the secret sanctuary I live by.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I'm waiting for the morning light. You're still by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hinking of your tender lullabies, you've built an inner sanctuary.You are the secret sanctuary I live by. You are my secret sanctuary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正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正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
圈地转的晕眩。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今天的完美，不要明天的幻觉。谢谢你们能够一直陪着我。晚安，明天见。哇，认识吗？就 ID 很熟，抢过很多次前排。谢谢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没跟你说话呗。不用我了，好，你们聊来。没事，你来。没事，我就想说一句。你来。我就想说一句。接下来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们俩，你们畅所欲言，有请。喂，你好啊。你好呀。哎呀，你吃饭了吗？啊，我没有吃啊，我在等你呀。啊，那你吃饭吧，拜拜。哎，不行，不要，不要走。问我们这个聊天有什么内容要求吗？他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单聊什么？听说你有些话要跟我说啊。那个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呐。问你问吧。就是你前两天那个采访哦，哎，为什么是这个口音？你前两天那个，我说你是湖南人不？那个采访你模仿了一下，就是手机震动那个声音，然后我在家里研究了两个小时，我都不会。你是怎么发出来的呢？就我模仿的是劣质的啊，你看。这种东西就不用看了，就是模仿过稍微劣质一点点的手机，因为这是个笑话。就是我有同学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手机他关的静音，他的铃声可能音量是孤零精怪，他就是孤，这是他的音量，但他的手机响了，震动就。好了，我相信你已经掌握到秘诀了，拜拜。我没有，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啊，你说。我抢不到票子，我第一轮就没有抢到票子。对，你知道还有第二轮，那这个电话就打早了嘞。第二轮我怕我也抢不到票子，谢谢。那二轮你抢完了，看你抢没抢到再来告诉我了哈。我抢不到前排呀、啊，您太火了。哎呦，您这前排抢了多少次？你这讽刺谁呢？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一定要这样吵架吗？好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好了，祝二旬大卖啊！哦，谢谢。好，说完了是吗？哦，我说完了。别，等会儿稍等，别挂。你挂吧。这样吧，因为这个电话特别不容易。哦，怎么说？因为今天打电话人很多，然后就是他们能够打进来，非常的不容易。你好。嗯。哎，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我就希望你，天天就是过得开心一点，然后。等一下，听你说完，我过的时候多不开心啊！不，你现在过得太沙雕了。我希望你能稳定一点。我希望你能收放自如，不要每天活在放的状态。我怎么什么时候没有收放自如了？我唱歌的时候多收，你看啊。海浪。然后不唱歌我就很放啊，对吧？我很收放自如的。哎，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然后我希望你就是。能坚持就是你一直在唱歌的时候最开始的那个初心。
嗯，我觉得会的，因为我就很喜欢唱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不用太担心，就包括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唱歌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我特别希望我能抢到上海的票，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开票吧，我现在这里许个愿吧。你现在在上海是吗？没有，就是上海是我最近的一个地方。你是在哪里啊？我在杭州。那杭州离南京近吗？杭州离上海近。杭州离上海比较近。好嘞、嗯、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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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就是我希望您能唱一个土鸡蛋。等一下，卡布来了。刚才是不是有人说我现在太沙那个什么了？我现在有点太放，你现在把我放出去是什么意思？哎，不对，什么叫把我放出去？好吧，好吧，我就想放，看你放这么一次土鸡蛋，因为啊，你听过土鸡蛋吗？我听过啊，这么尴尬吗？佩瑶听过土鸡蛋吗？你可以今天来感受一下，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土鸡蛋。哎，那我直接副歌两句好不好？好不好，小韩？好，嗯，土鸡蛋，土鸡蛋，贼贼贼空啊！鸡蛋，土鸡蛋，个儿得个儿得空，谁是买了土鸡蛋？保你活上一百年。好，谢谢。